哎呀，没看到我这个屁股痛死了！哎呀，你屁股干嘛呢？哎呀，不要打了，痛死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都不想跟你说了。哎呀，还是跟你说了吧。说。哎呀，刚刚去跟那个猪郎摘香蕉，我吃了两根了，有一点饱了。他硬要我叫上到树顶上再吃一根，我都说不上去了。哎呀，唱了一半我就摔下来了。着急。对呀，摔到我这个屁股痛死了，你看。把我摔成这样了，他就不负责任了，就让我自己回去了。这样子啊？对呀、啊。这个死家伙这么坏，要不你扶我一把回去？我才不扶你哦！我帮你去报仇，我去找他。哦，你帮我报仇啊？是啊。哎呀，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啊！对对，必须报仇啊！他叫你帮他摘香蕉，我叫他帮我摘那个榴莲。我那里种了几颗榴莲？啊、哦，那可以，那我先慢慢的走回去先啊！啊，走啊！小心一点啊！哦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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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脚好痛、啊！你的脚痛，我的屁股还痛。你看，叫我帮我们摘那个榴莲，你看一摔下来，刚好坐到那榴莲上面。哎呀，哎呀，小晴，干嘛？你们两个在这里唉声叹气的干嘛呀？你听我说，我叫那个。猪郎帮我摘那个榴莲呢、啊，我不小心，那个榴莲砸下来呀、啊，那屁股疼死了，扎到我屁股啊！这样子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我不跟你摘了，我不跟他摘了，你跟他聊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也走了。哎，猪郎哦，干嘛？刚才你跟小琴去摘那个榴莲啊？对啊。刚才你又跟那个谁去摘那个什么？他在半路上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就对啊，所以说他那么累啊，今天太累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哎、你都帮他们两个摘了，那也不差我啊。你想干嘛？干嘛？我老公都不在家，田里面那个黄鳝的特别多，我有点怕。要不你帮我去田里面拱一下那个黄鳝？抓那个黄鳝呢？对呀、啊，那个泥鳅啊，又大又滑，我有点怕。你家的田不是在那边吗？是啊，自己摘去抓就可以了。我一个人有点怕。你要不要跟我去？你要是不跟我去的话，你也知道我这个嘴巴很大的，有时候会漏风，一下子不小心传到别人嘴里面去，到时候你就惨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给钱给你，你叫人帮忙摘就可以了。我是缺那个一点钱的人吗？你不缺钱呢？是啊，我缺的是田里面那个一亩三分田那个黄鳝呢，没人帮我抓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过去帮你摘一下吧。赶紧。来，慢点，刚刚摔到了。快点啊！哎呀，猪郎老啊！哎，不行了！你看你就是不行。哎呀，就抓那个黄鳝，你都抓不了。哎呀，看来我自己去抓吧。你自己抓吧，我帮不了你了。还帮你，再帮你，等一下，我都爬不了回家。哎呀！没办法了，只能自己回去了。